福建省闽菜湘江行系列活动近日亮相第29届香港美食博览会，闽菜大师们与香港市民、餐饮界人士交流闽菜制作技艺，并奉上20道有代表性的闽菜，邀请香港朋友们品尝。活动在香港国际会展中心举行，音乐声中，大家共同揭开锅盖，一道福州传统名菜佛跳墙正式开场。闽菜大师们向来宾介绍讲解本次活动精选的20道闽菜的制作技巧、相关食材以及背后的文化故事。杭州20国峰会指定用我们的虎眼，它叫贡眼。厦门金砖会议也指定用这个眼。光说胡练嘴把式，来自福建的食神们少不得要展露两手，让大家有个真正的舌尖感受。厨房里闽港师傅们交流切磋，搭手配合，原味和田鸡、佛跳墙、蛋糟香螺片等一道道精致美食呈现在眼前。中国八大菜系之一的闽菜以烹制山珍海味而著称，在色香味形俱佳的基础上，尤以香味见长，其清鲜和醇、浑香不腻的风格特色以及汤路广泛的特点，在烹坛园地中独具一席。据了解，此次闽菜湘江行系列活动是福建省商务厅推动闽菜走出去的一项重要活动，主办方希望进一步提升闽菜的美誉度和知名度，延伸闽菜产业链，壮大闽菜产业规模。